穿姐、校花、吴恩琪。最新一组吴恩琪泳装写真的图片网上流传，尺度打开胸大有料。吴恩琪原名胡思琪，1992年12月1日出生于重庆，出演过多部电视剧，中国内地90后新生代女演员，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表演系班课，近来网络走红，被赞最美中国校花。不过也有网友表示，吴恩琪颇有洋溢的感觉，缺乏特点，人红是非多。吴恩琪在受到很多网友追捧的同时，也遭到不少网友吐槽及整容质疑。对此，吴恩琪以得而不喜、失而不弃的心态坦然面对，我比较乐观，朋友都不让我看评论，我自己也不会去看，因为我大概都知道大家会说些什么，不是害怕，是我自己心里有杆秤，要骂就让别人骂吧，反正影响不到，动摇不到我，我只想让自己以后有更多更好的作品，让大家承认我的实力。川音校花吴恩琪泳装照写真，川音校花吴恩琪泳装照写真。